艺术策展人，那也这次也是新能记的数位艺术展览的策展人。新能记是一个我看电子音乐制作人 Sonia Calico 一起共同创办的音乐季。那我们这次还邀请了温尚雷，也就是 Luke， 那加入我们的整个主办团队，希望可以在未来在台湾能够创造一个以音乐还有艺术跟科技。欢庆未来的一个祭典，第一次看到 Calibre 的整个装置，还有就是屏幕的展示是在光环镜奖里面看到的，所以那个时候就对 Calibre 可以显现出来的整个画质的清晰度，还有就是它的优美跟整个呈现的方式是非常喜欢的，特别是它没有机镜、没有边框的这个特色，是我觉得在艺术展示上很重要的一部分，让我们可以在整个呈现艺术品的展示，还有就是跟观众的沟通，还有让观众感受到的视觉影像，能够是有一个最完美，还有就对贴近艺术家想象的一个呈现方法。因为我之前这件作品之前展出都是用投影机播放，所以这次使用这个荧幕，算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件作品在这么大的荧幕上呈现。所以我其实内心很激动，对，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看方式，还有观感的体验。就是我觉得远看的时候，因为那个边框非常的细，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在影像当中，那种宇宙的辽阔的那种感觉。然后近看的时候，因为画面也很精致，就是不管是在颜色啊，或是亮度上都很均匀，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像变得很生动这样子。对，深色的地方很明显。对，因为我之前展出都是投影机，所以就是深色的部分就会比较惨，<笑>就会看不太到细节。但这次真的是品质，就是效果很好。也谢谢 Calibre 公司这次提供的 LED 荧幕，在这次的展出上我很喜欢，然后也合作很顺利，愉快，谢谢。